Hello， 各位 T 卡试车频道的朋友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是4月1号，愚人节，也是清明连假的上班日，前一天的上班日。我相信今天应该很多朋友心情都不错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车，它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很顶尖，因为它算是旗舰级的跑车。它是 Aston Martin 的 DBS Super Largara 的 Valente。那 Valente 其实是拉丁文，它就是飞翔的意思，也就是指的就是它的敞篷版本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试驾过 Super Largara， 而且我还找了上一代的 DBS 哦一起。那感觉上呢，这是一台相当癫狂的超跑。除了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哦，会让你觉得很独特，就是相较于 DB11， 会让你觉得特别。它在性能表现上，我觉得癫狂指数大概又多了3成。好，首先你会发现它的就是造型呢，已经不太一样，包括它的水箱护罩，然后下面的这个碳纤维的下扰流都是选配的。那这辆 GT 跑车，它的敞篷版本的 GT 跑车，它其实是1848万元起，它其实比 Coupe 版本多了大概快200万。但是我们现场这一台呢，因为已经是车主订车了，它已经选配完，它的售价大概是2100万。除了你会发现它的碳纤维的下扰流，还有包括引擎盖上面的这些散热孔，还有包括叶子板上面的这些鱼鳍兼散热孔的这些，全部都已经换上了碳纤维布品，然后就连它的后视镜的外盖一样也是采用碳纤维。我觉得用银色的车色搭配这些套件，它会感觉有一点点时尚，然后多了几分的优雅。那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座舱。我觉得 Aston Martin 的跑车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车门开启的时候它会微微上扬，就好像展翅的这些标志一样。那在座舱呢，全部都是以纯手工打造的。我其实曾经参观过它位于 Gaydon 的工厂，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老师傅们呢，就是精细的在缝制它的皮椅跟方向盘，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但是它的整个工厂呢，包括它的里面的这些设备，会产就是给人家一种冷峻的风格，而且包括它的工厂门口，它还有一个很像护城河的设计。那这辆车呢，其实在新一代，就是新的007电影，现在已经延到11月，它没有出现。但是新的007电影，它用的是 DBS 的 Super Largara。那这台车的车体呢，其实也是以铝合金为主的材质，它比 DB11 一样轻的70公斤，那搭载了 5.2 升的 V12 Twin Turbo 引擎，所以它可以炸到725匹，而且光是扭力呢，它就已经有 91.8 公斤米。我们之前开 Coupe 版本的时候，刚好下着滂沱大雨，说真的，在弯道上出弯再加速，我觉得它可以用狂暴来形容，因为你即使半含油门，你就会觉得它整个车尾传来的那个动力是十分的狂暴，会让你觉得要戒慎恐惧的去享受这一台算是 GT 跑车。所以它等于有两种复合的个性，因为它的身形呢会让你觉得有侵略感，但是在产品的定位上，它又希望能够营造优雅的氛围，但实际上725匹，它又产生一种很狂暴的感觉。那 Valente 呢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它虽然是一台2+2座的 GT 设定，但是它的开关棚很快，它的开棚可以在14秒达成，那关棚呢是16秒。那我们请就是总代理的公关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开关棚，给大家瞧瞧。那除了在开就是带大家欣赏开关棚以前，我想带大家看一下它车尾的曲线。尤其我特别喜欢DBS， 就是你在后面45度角，你可以看到它有点像是可乐瓶的那种线条，哇，真的很优美。就是它的包括后叶子板，还有包括前叶子板，你就会觉得它是比较外扩的。那看起来呢，它的视觉张力饱满呢，看起来性能味也会比较鲜明一点点。那再来就是它的尾灯，已经算是新时代的设计，包括 Vantage， 还有包括我之前去试驾 Vantage 的 AMR， 一样也是又采用类似的风格。那虽然它是一辆GT跑车，可是它的保杆的后段，它是
四维管，然后搭配它的分流器。那分流器的设计呢，它是层次分明。那这个分流器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搭配它平整的底盘，它在高速时候它可以产生比较好的吸附力。那分流器呢，又可以过滤掉，就是你高速破风前进的时候车尾的乱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棚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它的开棚14秒，关棚16秒。那因为它的车身呢略比就是 Coupe 版本略重一些些，所以它0到100呢加速从原本的 3.4 秒变成了 3.6 秒。但是它在极速的时候呢，就是 Coupe 版本它会产生180公斤的下压力，那这一台 Valente 它是177，等于有下压力的部分是差3公斤，差3公斤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台车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腰线很高，但是它关棚以后它的感觉整个身形还是十分的优雅。哇，很漂亮，而且开关棚蛮迅速的，就是你即使开着这一台车，就是在春天出游的时候，就是迎着微风，听着 V12 缸引擎 V 就是 V 缸 Twin Turbo 的这种声浪，你还是觉得很美妙。那除了它的座舱成色会让你觉得很前卫以外，我觉得它的引擎的配置也十分的漂亮。我们接下来来开一下它的引擎盖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引擎盖的对，突然好，它要两边，我们从两边来打开。好，它是整个是外翻式的引擎盖，你会发现引擎盖是整个是碳纤维打造而成。那打开引擎以后呢，我觉得它的引擎室排列算是十分的漂亮，因为 5.2 的 V12 缸引擎呢，算是 Aston Martin 他们自己开发的引擎。那除了它有进排气的可变气门机构以外，搭配 9.3 的压缩比，所以马力可以炸到725匹，算是相当的癫狂。就是以这一辆GT跑车，它可以营造就是极速超过300，就是211迈。那因为它是采用前中置的引擎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所以说它的车体的配重呢是50:50。那它的悬吊呢，悬吊结构是前双 A 背后多连杆，但是它拥有 ADS， 也就是主动式的电子悬吊。那再加上它配置的是8速的手自排，但我开起来那时候，就是我虽然没有开过 Valente， 但是我们之前开过 Coupe， 那个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首先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台 GT 跑车它尺码不算小，但是它开起来相对的灵活。那坦白讲，它的 ADS 的悬吊，我觉得在阻尼设定上已经算是比较硬朗，就是相较于 DB11 对我来讲，我又觉得它太过于舒适。那这一台呢，Super Lagera 会让我觉得就是更朝哈扣的这个方向去挺进，所以反而整体的运动性会更好。因为为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性能很好，但是你的悬吊太软的时候，你在高速时候反而会影响到它的稳定性。那它借由比较硬的阻尼系数来支撑它。那再来就是这一辆跑车呢，它的悬吊结构虽然是以铝合金为主，但是它的车体刚性算是很好，再加上它有很好的配重，所以即使你开快，即使在恶劣气候的时候，虽然觉得狂暴，但是它不会不受控。当然前提是我们也没有把动态稳定系统关闭，但是你即使关闭的情况下，它的后轴配了一个 LSD， 就是如果你技术到位，动态稳定系统关闭的时候，你在出弯的时候，方向盘没回正的时候补油，你还可以感觉到就是它的车尾会带你就是迈向极限，你可以用反胎的方式出弯。这是算是体验这一辆GT 跑车，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的部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现在再把引擎盖给关上，然后来看一下，就是带大家再看一下它盖上的全貌。那有选配的部分呢，包括它这个散热的鱼鳍
是整个比较大面积的。门旗，肯德后来，哇，厉害！你看它这个引擎盖，它还有吸附的功能，哦，算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 ，Super Lagera。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？因为这一辆 GT 跑车美型，那现在的售价是1848万，那我们现场选配的车款呢，是已经有2100万元。那其实春天呢，是我觉得是相对适合开棚的季节，因为天气不冷不热，然后你还可以享受那种微风轻拂的感觉。那刚好今天愚人节，他们等于算是提前发表了 Valente， 而且原本在4月15的时候 ，Ferrari 的812 GTS 也是一个硬顶敞篷的设计。那本来在就是预计在4月15的时候发表，但是它会采用线上发表。那不过今天的 DBS Super Lagera 的 Valente 哈，我们是在现场看到实车，哦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它绝美的身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旁边还有一台 Coupe 的版本，哦，也顺便带大家来对照一下，哦，两台车在车尾的部分的差异。那售价上呢，大概两个价差大概是180万元，哦，大概是180万元。那我们之前有体验过 Coupe 的版本，我觉得都很漂亮。那如果你问我，我觉得这样的一台跑车，我其实会比较喜欢 Coupe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它的整个线条会让我觉得更流畅。不过必须讲，这一次的 Valente 它在设计上，哦，反而多了几分独特性，因为包括它的后行李箱盖的这个线条，我觉得它修饰得很漂亮，算是一台美型的敞篷 GT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告一个段落。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，记得订阅 T 卡试车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